金山区公所计划要让今年开始建设的湿地重化公园游具与厕所等设施，用参与式预算的模式来让民众提案。公所也邀请国家发展委员会资讯管理处来举办讲座，让公所同仁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的机制有更深入的了解。金山区湿地重化三单位落成，将要为这三个单位的公园游具以及厕所等设施来建设。为了让建设更符合当地民众的需求，金山区公所设计要推动像是参与式预算的模式来进行建设。为了让参与式预算的推行更有效率，公所邀请国家发展委员会资讯管理处来为同仁开讲，让同仁们对于公共政策网络参与机制有更深入的了解。其实我们今天过来，金山区公所主要是协助金山区公所，他们要推动公共政策的网络参与。那我们就提供一些，就是不管是在系统面的操作，那还有包含同仁对整个公共政策网络参与的一个了解。我们是一个开放式的政府，那尤其我们金山更是一个民主的圣地，那需要能够多纳各方的一个意见。那我们侯市长上任以来，对于是参与式的预算，或者是说，网络公共的一个参与，都非常的重视。那所以我们金山刚好有湿地重化三块的三处的公园，那不管是油气方面，或者说公厕方面，需要融入我们地方的一个元素，比如说我们金山三宝啦。甘薯啦、芋头啦，还有茭白笋。金山区公所今年开始为建设开花结果年，湿地重化与城镇之星工程都将展开。公所也希望在地方建设的规划设计上，能够有多一些的民众意见。未来渴望让湿地重化中的公园游具与厕所造型设计开放，让民众来参与。透过国发会的开讲，也让公所同仁们了解参与式预算提案该如何开始与如何进行。竹山的竹笋那个工程相当有名哈，那还台北市的一些公用式的油气能够把它纳入，那我们透过这个的机制，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国发会的那些高级分析师来跟我们授课，那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些网络的参与能够融入到民众的意见，把它执行到我们政府的政策。通过国发会传授的三大民众网络参与方式提点子众开讲来监督，要让所内的同仁对于公共政策民众网络参与模式有初步的认识，借此也让民众对于建设规划能够轻松参与并提供意见，民众的声音更容易被听见，建设也才能够更符合民众的需求。记者廖平衡，金山采访报道。